大家好，我是叶若明，欢迎回来《暗黑破坏神二》。那我们上一集刺客25级，然后并且在马拉松森林跑了一段时间了。对，那我们的波比森林也已经开到了。对，接下来就是要去波比地窖那个地方。对，接下来就是要去有波啥？比地窖，应该说找到波比地窖，然后并且加以探索，嗨，顺便解任务，对吧？来，像，先让我拿。有了，任务的。
不假，不假，死了，几得兵，对，这可是任务道具啊。What a delicious blade. 真漂亮的刀啊！我该和奥马斯谈谈。哦，等等再谈啊！我们先，哇，这么刚好，很好，一起的，太棒了。对，如果这个一起的话，我就可以两边都一起同时探索。对，这边也有任务地。再过不久，能量抵消的这个技能啊，就会没有了。对，因为再过不久，到时候技能等级不够的时候，对，我会先把能量抵消先取消掉。对，我这边稍微跟各位讲一下，毕竟我目前玩的是单人游戏，也有 mod，所以在技能上面啊，是我随时随地都可以，就是我想换的时候都可以换的。对，在这种状况下，就是反正就是如果我想改，我就会改了。对。所以到时候各位如果看到我没有在用能量抵消的话，好，就可以不用感到意外，对，毕竟确实是会有一段时间可能不会有这一项技能，对，走吧。然后之后等影子都点满的时候，对，确定好了，我就会再把影子那个能量抵消再点出来，也有可能不会点。对，先看我的抗性啊。对，如果我自身抗性可以一口气加到不需要用到能量抵消，然后去砍那个什么，去增加的话，那我就会点加速。对，我就会点加速。但是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办法。对，所以还是会点能量抵消，不过这是未来的事情啦，因为到时候等级高了，装备好了，又会不一样，对，又会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就是之后的事情了。
这意思就是水里有海兽，对，不过它没有起来，不起来也好啦，麻烦啊，起来真的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。什么经验神殿？整顿一下。好啦，回来啦，来吧。不管接下来路还有多少，就先拿了。就是应该说，这趟就拿了。因为接下来我已经把包包都清完了，对，水也补充了。看我的经验都没了，才遇到第一波怪，哭啊！火灭，各位有看到吗？他刚刚上面写火灭，可是我踢他还是有伤害，所以这证实了什么？这证实了我的技能啊，不用因为它是活免而去晃。哇，这个飞踢整个就是屌炸天呐、啊！对啊，行哦，对，这里如果拿到，不，这里如果遇到这一只固定精英的话，那就意味着应该是这个方向，应该在这附近才对。那个金色宝，那个宝箱。给我在中间。哭啊！他的大脑。哭啊！整体是哭，好了，切一下。最后这边门口下面还有一点点路，咱们就探索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怪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回家。回家。又回来啦，没错，我们就继续吧。真的发现玩进站蛮困难的，对。对，真的觉得玩近战有很大的困难，就是有时候会点不到怪，真的会有时候会真的会点不到怪。
所以真的是有一点麻烦了，老实说。到了。固定 boss，暴风之术，踢爆你！嘿，暴风之术出现就代表着是咱们到了那个什么提什么，对，那个地方了。不过咱们要回头。嗯，没错，这里还有返回的路，还有怪呢。他们都是我的经验值，怎么可以放过他们呢？这边还有呢。OK。OK，切回去吧。OK，切回来了。库拉斯下城。还蛮快的，18分钟。毕竟是普通模式嘛，普通模式的难度本来就比较偏低了。对，所以它的那个，包括地图大小的，对，难度加上地图大小，其实都是一起的。都是息息相关的。今天看能不能探索到上层吧。对。然后下水道不烫。对，下水道不烫。
你们那边交账，我那边捡东西。对啊，他们那边努力的交账，然后我那边捡东西，那边整理包包，超酷的这个。对，等我整理完，你们都清完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Can't.有时候其实不太喜欢这个夜幕，可是这个夜幕的效果又不错。对，这是分身我们的翅影子帮我们放的。对，夜幕就是这个，暗魔音斗篷会让你的敌人瞎掉，防御加10%，敌人防御还会减15%。对，应该是这一招没错啦，因为我自己放也是这个效果。对。那他加的防御可能是加他自己，这个无所谓，重点是敌人会瞎掉。对，这是确实有的。对，相信刚刚各位在我在那个什么波比地窖的时候，其实应该也有感觉出来，他们怪站在愣在那边。对，就是因为这个技能。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小麻烦，就是他这个夜幕一开启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有点暗。对，因为我没有开那个什么全明亮的那个 mod，对，我并没有开那个 mod，所以它那个一黑下来，其实是有一点点让我觉得，不舒服。我也还好啦，对，这不是不能习惯的东西。对，这边是防具，那这边就是武器了。马上被打脸，没有，哦，没有就算了。老子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不缺血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不缺那个补血的。哦，到底了，不是这里。I am overburdened. 好啦，又回来啦。我们又继续探索下层。对，下层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对，看起来是差不多了。
走，三场。作加一，写跟看读，写跟看好。行不行啊你们？行不行啊？这个是啊，早输的，对，早输的。我们这把锤子其实蛮耐用的呢，对，这个等级一直不断提升，增加的大伤跟伤害其实。还不低呀、啊，对啊，导致我到现在都没办法换它。对啊，这把还不错。精英。踢爆你！生命祭坛，不讲，不讲，不讲，还没有宝箱哦，我记得，哎。没有宝箱吗？诶，我记得不是啊，有一只精英是固定会有一只精英，可是不见得会有宝。那个宝箱的话是没有啦，金色宝箱，我以为就记错了，对，记错了，抱歉各位。那边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只固定精英，稀就是固定的会有一只精英在那边会出没。那我刚刚已经把踢死了嘛，对，所以我刚刚就在想说，如果不是正确的输，我记得好像是没有说一定会有一个金色宝箱，对。哎，靠，要点错，哦，而且只要我快捷键一换成暗影，就是魔影的话，那个什么，我的影子就一定会放这一招。对，然后如果我不是选这个技能的话，他就绝对不会放这招。对，所以我就会把 F 三啊，而不是把右键啊改成魔影。对，反正我用左键踢就可以了。对。啊，没事，我补一下能量抵消就可以了。
很讨厌这个蚊子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平常就很讨厌，非常讨厌蚊子。对，特别是我在睡觉的时候。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在睡觉的时候遇到蚊子。哇，没了，静电蜘蛛没了。这里面应该会有箱子吧？算了，有箱子。好了，进去看一下。这里的入口只有一个，然后进去这里其实蛮大的。就看他给不给面子，给点好东西。当然，这只是普通模式，所以开的东西不见得会很好。对，这里应该是下水道吧？哎，过了下水道，但没有，今天没有要探索下水道。对，明天再探索。今天的目的就是把商场，然后烤窑跟上层，探索掉。商场上层探索掉应该就差不多，对。然后下一集就是直接，对，下一集就是接那个什么了，下水道这样子。哦，有了，十。哦，固定精英，对，正确地方来了，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这里就是正确地方了。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书了。哎，书就在这。和艾科堂堂。等一下吧，等一下，哦，先不急，不急，不急，这是普通模式，不急，不急，不急的回去。对，如果是噩梦或地狱模式，我可能就会急着回去了，因为一点技能，是技能点数还是点数啊？还是个人点那个什么属性点数？我也忘记了。对，很重要，反正不管是哪个都很重要。对，但普通模式真的是还没差啦。对，因为目前为止，我们刺客自从换了装备后，整个就是很轻松。对，整个真的是打起来很轻松，毕竟是普通模式。对，
对哦，忘记我的鉴定鉴定书已经没有次数。采个鸟点。啊，不是鸟点，现在已经不是鸟点了。对，采个传送阵。上层，对，下来啊！下来踢爆你们！哦，我们的佣兵这么凶，装普通模式是没错啦。我们这么凶，超级啊，踢爆你！感觉我就是踢精英的料，对，我还好啦。不然，如果我们佣兵冲在前面的时候，基本上都轮不到我打。哦，精英，去你的！
下来啊！下来哟、啊，臭乌鸦！那是乌鸦吗？臭秃秃鹰，秃鹰才对吧？那不是乌鸦吧？那看起来是秃鹰啊！对，秃鹰，乌鸦傻傻分不清，看这里，哎。我记得上层不是有两个吗？对啊，怎么到现在都还没看到？就是两个那个找书的洞。对啊，呼叫，失去。跟各位讲，如果到时候重置版开了，我绝对不可能玩得这么顺利，因为现在能够玩这么顺，刺客前期能够玩这么顺利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因为装备都这些装备啊，都是已经是之前收集，就是 Impossible。其他角色收集过的，对，所以我的第一只是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松的。第一只会非常的困难，虽然我已经有经验了，但玩起来依旧是会非常的困难的。对，毕竟是没有任何装备的，对，从零开始，我相信从零开始一定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开始。等吧，看是重置版快，还是我玩刺客的速度快。正常来讲，我这个刺客应该也要玩个一两个月才有可能玩到地狱同关。对，如果按照之前六十几级，哇，亚马逊六十几级，法师我记得也是六十几级，加2个月哦，我不知道重置版会不会拖这么久，2个月都还没开。不见得哦，搞不好人家2个月都还来不，都还开不起来。对，毕竟暴雪跳票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呢。对，虽然说不见得是跳票的问题。不过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呐，不然暴雪的口碑真的是越来越差。只有越来越差而已。希望这次重置版真的是像测试服那样子看到的，整体不错。对啊，良心 bug 你留着没关系，可是恶心 bug 能改还是改啦。其实 bug，对，对啊。当然对我来说最好的就是有 mod，有 mod 的类似功能。对，毕竟各位也知道，就是看到我现在这样玩，其实我还蛮依赖 mod 的。你们不打他是怎样？是他？我觉得是这一只卡 bug 了。对，我觉得是他卡 bug，不然我的佣兵是不可能不打。他的，怎么可能两只都在这么大庭广众下啊？康熙，你看哦，重新来过，这就正常的嘛。重新飞起，就是你死亡的时候。
血肉弓箭手，失去哇圣甲虫哎，哭哇、啊！快升级了。哦，两只精英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Can't carry anymore. Can't.牙皮死去。鸭皮死去，没事的，刚刚稍微停了一下，对。没在怕的啦，现在的我硬邦邦，我跟你讲，自从我改掉后，我就发现我硬邦邦的。我的天！对，最重要还是。上一章节的时候，七进七出杀了他古墓，片甲不留，以及那个杜瑞尔那一段，真的是非常大的增加信心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杜瑞尔玩打我，我跟杜瑞尔互靠，对，他是盯着我，对我只喝了两瓶红水，我就把他烤爆了。对，这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信心，告诉我说这个是可行的。I'm overburdened. Okay. 整理一下吧。好啦，又回来啦。没错，继续探索。我讲。哎呀，我踢爆他了，然后你们都把他戳掉，哭啊！突然想到，我忘记清那个方块，对，我忘记清方块了。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已经快结束了。对，这里已经快结束了，我们就赶紧上层，已经开到鸟点了嘛。这里就最后了，都是一些秃鹰，哇，秃鹰就还好了吧。好，看来是这个地方就最后了。好，顺利的结束，那咱们这一集就到这吧。对啊，咱们这一集就到这，下一集就从下水道开始。对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大家拜拜。